还想要再生第二胎啊什么之类，有想有在计划当中。现在人生很圆满，欸，对不对？是你身兼数职，欸，你还有时间做音乐，哦，那边在哭怎么办？对啊，因为我不在家里写，聪明，聪明，对，直接去制作人家，我就说，我今天要来写歌。OK， 你让我带一下这样。对，应该很想待久一点吧，顺便放风一下，对不对？不会，我大概凌晨回去这样。现在当爸爸之后，生活都还好吗？还好，很好。跟女儿相处，女儿相处哦，就是很，我就是女儿傻瓜，对，我就是比较不知道，哎，我看到女儿就是一直在那边一直笑着，对，然后抱抱抱抱。你刚才讲到女儿就满脸笑容，哎，就是目前是刚好走路，刚走路，然后很爱笑，也是很爱逗爸爸笑，所以就想到就很可爱。还想要再生第二胎啊什么之类，有想有在计划当中，但目前其实也是要看很多状况。对，目前其实因为我妈也是还没有看到她的孙女，那我真的希望疫情赶快过去，然后大家平安，然后跟想念的人赶快见到面，这样子。